排骨现在可是奢侈品，按价格来算，现在也算是跻身于顶级食材的行列了。最近本身视频播放就不高，但禁不住嘴巴想吃，就偷偷地扣了点私房钱，买了点排骨回来。今天来整一个红烧排骨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排骨清洗干净后沥干水分，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投入葱段、姜壳壳、花椒、料酒，把排骨冷水下锅，开大火烧至沸腾。锅中水开了，就用炒勺拿去锅中的浮沫，捞出炒好水的排骨，备点姜片、蒜子壳壳、大葱节节，再来点葱花，重新起锅，烧热后下油，划锅，来几勺白糖，小火炒出糖色，糖色一般分为水炒和油炒，可以用冰糖，也可以用白糖。等锅中焦香味出来了，冒泡泡了就可以了。把排骨重新回锅，炒至上色。姜片、葱、蒜壳壳，八个香叶桂皮，稍许翻炒。来几个干海椒，不喜欢的可以不放。一起翻炒出香味。好，现在加水。来点老抽，少来点生抽。水开了，关小火。盖上锅盖，焖半个小时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揭开锅盖，挑出香料成汁，加入一点盐、鸡精，开大火开始收拾哈。锅中汤汁粘稠了，来一个锅边搓。快速将汤汁收干，勾一点明油，可以增加菜品的亮度。起锅之前撒点芝麻，好，点心锅，锅匀，甩两颗性感的葱花。看一个视频只需要几分钟，拍一个视频一般需要一到两个小时，再剪一个视频大概需要四到五个小时。如果小伙伴们喜欢我的作品，还请大家点赞、收藏、素质三连。我是兔子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见。